Eh, hey, Michael，你昨天妖精比较好练哦。是哦，好，那，谢谢终于遇到他。我给保二的兵，我保三的卡出来多紧啊！哎呀，精准。三种子，是吧？不要黑色那个噻，不用黑钻，水神就可以了。然后你还不用带法师呢。我三种子一点爱是用滚轮。你要用滚轮断差很多，还不会延迟啊？对啊，然后老人家蜈蚣，我就先编一只。对啊，对，还有。对啊，只有改一颗而已啊。他经验好像没有变诶，跟那个试转一样。然后没变。
聪明哥哥，嗯，你直播刚刚没画面哦。对啊。啊好，你继续锁定。啊，有网友伫个赖群讲的，叫我甲伊讲看麦。无聊呀。